现在阳光越来越强烈，出门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戴一顶遮阳帽用来防晒，但是我对帽子可能有点过敏，戴时间久了它就会发现头皮特别刺挠，所以我准备用我的头发看看能不能做出一顶帽子来。首先先用一个水桶做一个帽子的模型，这个帽子的模型已经做好了，那戴上去之后只需要把头发从中间的洞里掏出来就行了。应该头发够长，来耿达帮我弄一下。哎，这个帽子的发型啊已经做好了啊，我感觉还不错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重量，再也不用担心啊头皮刺挠的问题，去户外试一下。